EXID 靠着 Up and Down 舞曲掀起一阵上下热潮，成为新大势女团。虽然歌曲一开始并没有获得热烈的反响，但是随着某次哈尼的饭拍在网上疯传后， Up and Down 重新受到各界及乐迷的关注。 EXID 也是少数几个因为饭拍爆红的团体，成员们爽朗不做作的个性广受粉丝喜爱。10月9日，韩国女团 EXID 在官方微博公开在 Fandom School 音乐节的后台照，成员们开心玩游戏吃甜品，颜值也高的迷人。